我是微博新微中国2020中国女孩张楚琪，很高兴我现在已经进入了50强、哦、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，我现在进入了50进30的环节，请大家为我多多加油，谢谢。这是我在拼夕夕上买的这个表宝剑，它是塑料的，非常安全，伸缩键，就老年人在公园太极用的，你看它是钝的塑料，当当当当。在公园偶遇了同袍小姐姐，她让摄影小伙伴顺便帮我也拍了两张，也有照片呀。今天太冷了，所以我里面穿了个毛衣，虽然有一点点好像有点 bug， 但是我暖和了。每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我就是想在这跳个舞。安排。大家知道凡尔赛吗？就是古代的大家闺秀，梳妆打扮完之后呢，等到走出园子呢，已经天都已经黑了。这个凡尔赛文学的精辟之处就在于，说出了这个大家闺秀的园林有多大。来，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看月湖，在天快黑的时候。月湖坐落在宁波的市中心，月湖还是宁波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景点，它就在火车站的边上，你非常适合游玩，而且免费。为大家献舞一首。水晶带你玩遍宁波，我在宁波等你。